选男的，选男的英格林。这游戏很少看到男的英格林。男的英格林不知道该叫什么。英格林吗？英格朗。我要讲英格林，英格林。哦，勇者哦。哦，强化。我看有强化。我感觉那个不知道。会玩勇者吗？我不知道。勇者其实熟练度没有很高，可是勇者其实没有太复杂的连招，主要就是你。对啊，他应该不需要连招，他需要的是你有没有凹到一些招而已。我在想是因为 Neo 他对那个，我想因为 Neo 他地方他之前是玩 Snake， 所以那个像 Snake 这种本来就不需要很努力 approach 对手打出来说的话，他可能蛮习惯，他应该蛮习惯。可是感觉上你可以看出来，他们其实打还蛮，哎呦，对，哦，哎，机会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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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阿梦这时间算得真好。其实就是勇者，就是性能上他就真的没有办法跟那个真正 top tier， 真的是 mid top tier 一些角色相对。对啊，甚至你可以说习克的性能会比较好，可是就是他有一些那个大家不喜欢那个随机性。对啊，不是重点是。你比赛就是要比技术啊，你不是比随机啊。你看，算我们刚刚说哦那个谁，那个电话群那些有那个，可是他的红宝不是很高、啊。对啊，你红宝不是很低啊。你是不可能玩电话群的时候靠那个 four special 来打赢的，对吧？对啊。你只能偶尔说哦，我要 YOLO 一下，或者我想要一个 clip 就这样。对啊，就这样。那那个还有谁？像 Luigi 也是啊， Luigi 不可能是靠那个。对， Luigi 一定还是他， Luigi 的基本上一定还是来自于他力回的那个力回的时候做到这些事情。靠在那个靠赛都是挨边的时候，我偶尔的时候赛必爆发一下，那能够取命就是你赚，没有取命就当做我也没事这样。对啊，对啊，这样。哦哦，哎，哎呦呀！哦哦，没有，还有那个东西没那么恶心。哎呀，哎呀，就结束了。对啊，阿蒙要再小心点。勇者不难对付哦，对，勇者不难对付。对对对，可以。老派早安。哦，变早安，早安配。好、哦，那个，喂，哎呀，啊，刚刚那个小失误，对，小失误。看那个什么，看那个你有能不能抽到什么即时咒文翻身？对。其实阿莫打这个打，阿莫这个力回打得很好。对，因为对，他有掌握到那个，他有掌握到 Inkling 那种黏人的特性，对。对。然后其实勇者最勇者其实还蛮怕这种打法。哦，没有成功。他那个最强的那个地方没有打到。对。然后最后一下就完了。可不过这边其实只要在一个 roller 就。对。哎、欸，卡蹦，恶心招！啊！我干，你有要帮我一层的吗 ？What the fuck？ 哎、欸，没有，结束！啊！啊！好，结束，可惜。我觉得大家应该不喜欢，就是刚那一点了，就是对，并不是在于怎么防，对不对？并不是在于你的那个角色。角色要不要 YOLO 的问题，而是他那个不好的性能会逼着你去做一些 YOLO 的事情。对，对，这点应该是大家最重要。你会想要用一些哦，我空中有什么远距招式，那你很想用，因为你的文明那是你唯一的手段。对，因为你会发现勇者其实没有什么很快的那种飞行道具。对，所以你会想说，但所以如果我今天想牵制对手，那我就会想要水晶。对，就这样子。啊，换回来，对，还是换回之前卖的。对，熟悉的 Snake 这对位。对，新的队形。不过不能否认，就是哎呦，不能否认，就是勇者的那个比赛真的很有娱乐性。对，而且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说了，撇开勇者真的是很好玩的角色啊。对，很好。包括他的下部。哦。如果你今天你要开直播，那勇者是很有趣的角色，真的，真的非常有趣。或是玩 friendly， 或是玩那种轻松的，那其实勇者真的很有趣。哦，哎呦，现在，哎呦，哎呦，阿梦他的立维真的变很好，对，对，他立维真的变很好，是吧？哦，两边看起来并没有说哪一边真的是特别优势，对，只是发数上的话，四点还占优势。嗯，所以现在只要哎这个，比起运气，果然实力是最重要的。对，要 Snake 的时候起身真的很爽。那刚才那边的时候，超级手边。对，阿梦要是平时就按的。对，
对，可是打 Snake 不能这样子。对，我一定要看一下。哦哦。哎呀。哎啊，被接两下。Snake 打 Snake 的时候很伤脑袋。大家不喜欢打，很讨厌的英雄。会吗？哎、欸，有有有，那个急的够久。对。啊、哦！直接 up tilt， up tilt， 而且还没换，而且完全没换到。哎啊，那不行不行！他刚才那个他丢那个莫里扎那时间不好，他是刚好在那个手榴弹在自己旁边都已经爆炸的时候。对。我、哦、会会会会会！哎，我、哦、没没哦哦哦！我、哦哦、其实是越来越可怕。对。他其实现在164发好像绝对。他碰到随便东西就死了。可是我不知道那个英雄有没有比较炸。他现在那个随便一个东西都可以炸了。对。哎呀，然后赶快出去！哎呀，啊，会吗？会吗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164%超过，没办法，我要懂，现在是稳死的东西，对，没有救。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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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糟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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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刚才那个射很可怕，卡在两个破敌后头，啊！哦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个做、嗯、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。他那种感觉比较少，一埋到就跳起来。对啊，对啊。就是，可是也许是他的习惯，那可能要改一下。哎，哎呀，对，糟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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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会死会死会死！没有，来来来来来。啊，好吧好吧，刚那个上臂按太早，没办法。好，因为其实是一个很烧脑的人，对，不能说哪一边都会比较优势，可是就打起来都很累，对，很痛苦。我个人是不想打 Snake， 我也不喜欢，我不想打，很痛苦，非常痛苦。那现在是 Snake 打 Inkling， 好、啊，没有勇者，勇者时间已经结束了，勇者时间已经结束。我在换 Carlos。哦。这个场地好处是他两侧那边比较不会被那个，比较不会被那个 Snake 的 up tilt 针对了。对对。真的。就是比较，应该说，因为 Snake 手边非常强，那你多一个手边，你多一个回来的选项是比较好的。哦。刚刚那个其实蛮妙的。空后接空下。哎。阿木他落地的时候小心一点，对，我已经开了好几次，全部都是被那个他下降的时候没有注意到那个 up tilt 的范围，然后全都是打在他脸上。对。哎呦，直接穿人。哎呦，哦，刚刚真的可怕。哎、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手边守的很好。墨水，这个墨水放的好。嗯。现在入水打不错。哦，那个下来太随便了啊！你打 Snake 的时候，你下来的手段一定要想清楚哦，不然就像刚刚那个样子。对。不过你刚有看到吗？刚那个雷射，刚那个手榴弹碰，那手榴弹碰到那个追踪弹的时候，被挡掉了。对对。还蛮好笑。对，很好笑。哎呀。哦哦。很好。好。啊，现在现在现在。阿梦蛮不利的哦哦，刚、哦、才那个有阿梦需要一些招式才可以杀死。对，不过我觉得其实剛才哦像这个，对我是觉得刚才阿梦他想要直接去撞那边 Neo， 如果他前 smash 堵到，那边超惨，对，就是这么样，超无聊，就结束，对吧？现在阿梦要搞，哎、欸，其他啊，马巴，他那边放错，感觉放错东西，他应该是要用 back air， 就用到 four air。嗯。如果是 Bagger 应该是不会被 punish。对。哎呀，手榴弹来了，手榴弹、哎，大家最，这是 Snake 最地狱的东西。我不需要接引就能赢你。对。非常痛苦。哎，说真的 ，Snake 到底要用什么？用什么角色打？对，我觉得。他没有特别被什么招式，对，刚偷听到是 Fox， 对，可是我觉得 Fox 跑来又跑得晚，对啊，哎呦，这个转身抓，啊，会不会讲到太烂了？我们不会，好，我现在两边打的变比较保守一点，对，对，
这对阿梦来说比较有利的，因为他是他这个他的 MVP 已经没有太多的 pass 给他这样换了。哎呀 ，he's up to。哎哎，做得好！哎呀，哦，做得好，做得好，也可以啊。其实我觉得他应该转过去的，跑过去，然后再用。阿梦可能是怕时间不够，对，他可能怕时间不够。可是那个 pass 应该不用上，不过没上。哦，通后接通下，可是刚刚那个状况太不行。哦，其实我觉得阿梦这边有希望，有，对，有点机会。对，这边是因为那个你有点打太，你有这边看一遍有点保守。对，阿梦他直接抓到他这边，哦，刚刚抓到可能就结束了。哎呦，哎哎，好，这个要我可能会死吗？啊，哎，忘记他有那个，他忘记那个墨水下来的时候，周边溅起来是有判定。对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会结束吗？Snake 很重 ，Snake 很重 ，Snake 很重。我这边真的要帮阿梦拍手，他这个真的做的。